萱姐，是我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喝粥？哼，你不吃吗？我吃过了。余图是不是太冷静了？按以往惯例，我明天要走的话，这时候不是应该不舍昼夜，或者准备不舍昼夜吗？难道生气了？不会吧，他又不是没放过我鸽子。难道是我太邋遢，又难美了？我刷好牙，洗好脸了，你去吧。我在外面的卫生间洗过了。那你要直接睡了吗？嗯，前阵子一直加班，今天早点睡。玉兔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之前你休息的时候，林姐给你打电话了，我接的。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？那个，你知道有情趣这个东西吗？再说我也没有骗你啊。我说我白天要走，我没说晚上不回来。我今天实在是太匆忙了，我本来打算明天去陆家嘴拿一点东西，把家里布置一下，给你一个惊喜的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讲道理。不惊喜。到底修理多久？2个月。这次不骗人了。不骗了。